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369集的节目。今天的话呢，来给大家做 NPM 第十款的 Star Screen， 这款已经推出很久了。那我甚至已经做过两款 KO 精读版本之后呢，才来给大家做正版的开箱。那当时因为入手的时间呢比较偏晚了一点点啊，所以导致于说呢，有一些玩具的话呢，我就先都跳过了啊。然后今天的话呢，回过头来呢，因为今天做了一个刺青版本的涂装，那就顺便呢把这一款拿出来做对比。那我们就一次的呢来给它做一个从机器人呢到这个 F22 猛禽战机的一个变形的示范了，当然也是顺便讲解一下这一款玩具了。它的配色呢是属于电影第一集的配色。那么其实第一集的一个 Star Screen 跟第二集之后，我觉得人物性格设定上还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第一集的话感觉是比较凶猛一点点啊，不像第二集之后的整个非常猥琐，还喜欢乱吐口水。那么由于之前有做过这个精涂的版本什么的，所以这一款的配色可能你会觉得很白很素，甚至有一点怎么像是骷髅的一个感觉啊，因为非常非常的单调啊。那主要也是有对比之后了啊，当然对比之后的话呢，我们还是会发现呢其实即使没有对比吧，你会发现相较于正面的涂装，它这个小腿啊膝盖以下几乎是没有任何的点缀，也没有任何的补色。那么细节的刻画虽然有啊，尽管我觉得这个细节刻画在以往的电影线里头来讲，这个都不能算是饱满了啊，已经有一点点的不是那么有扎实了，加上没有一个任何的补色啊点缀什么的啊，所以就比较可惜一点点。以及它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屁帘啊，这个部分也是比较多人去抱怨的。再来是画它的一个这个地方啊，这个喷进的这个涡轮这个地方啊，它是可以翻转，但是这个两侧颜色不一样，就视觉上还是比较弱。当然这是在背后啊，我也就不挑剔它太多了啊。整体的玩具呢我是比较喜欢的啊。那这个地方的话呢部件是可以有一个做一个自由的一个调节的。那么它的话呢，身上的一个细节的话，胸腹这一带做的还是比较好，特别是这里啊当然如果你们有密集恐惧症的人可能会觉得看起来有点恶心啊，比较恐怖，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一代的一个造型肚子啊这一代，对不对，这纵深的感觉确实是比较好一点点。那它的体型比较大，这一款的话呢是在电影里头的话呢Starscream 也是个子比较大的一个变形金刚，我们即使是让它一个chicken leg的情况下呢，它站在 MPM04的旁边呢，它还是显得非常大的啊，甚至我们如果把它站正一点的话呢，它也会显得更加的一个高大。如果你把它的腿完全打开啊，那这个高度的话呢绝对是不止这样子的。那这个站立性的话呢还是一样啊，因为它的一个脚的一个脚踝是卡死的，几乎是卡死了，所以在站立的时候呢真的是有一点点需要调节一下，不过它本来就很猥琐，我觉得也无所谓了。那人物的配件，这个有一把这个武器，这个扣搭载就非常简单了啊。首先的话呢，我们把这个手臂啊从这个地方折下去，把这个孔洞给露出来，然后这个手指就做一个简单的反折就可以了。以及这一带还有一个凸，这个凸就扣进这个凹，将它给扣入，然后这个前方的话这里也是有个卡扣，把它给扣进去，到这边就完成了它的一个手臂的一个武器的一个搭载，非常非常的简单。另外一手的一个搭载的话呢也是完全一样的。那么跟这里的话，它的手轴啊，它的一个二头肌转动的话呢是在下面这里，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去做一个旋转啊。然后呢另外的这个电锯啊，电锯比较好玩，要这个第二集的时候才出现，第一集好像没有电锯啊，虽然说这个配色是属于第一集的。那另外一个机枪就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滚动，上面有刻画有细节，但是没有任何的涂装。它的话呢可以单纯的装在这里，两手都可以装，没有任何的问题。那整体玩具的话呢，在 MPM 级别里头的话呢还算是比较中上段的一个玩具。这款 MPM10 的变形过程呢是我们这一期要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重点了啊。那它在变形的时候呢，其实它的一个背部啊，还有飞机的头部会形成飞机的上层，两腿会变成飞机的底盘，两手会藏在飞机的中间。那么呢其实
变形来讲的话并不复杂，但是我怕最后在讲解手部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会比较看的不是那么清楚啊，所以呢我先把手的部分呢做一个简单的小整理啊。首先的话呢，这个手掌的话呢是做出一个像是要收纳武器一样的一个感觉，然后呢这一块部件呢、这里有个部件是把它给挑开来，两侧都有啊，把它给挑开，然后呢上方这里是有一个由下往上的一个卡槽，我们可以先把它给往上面挑出来，先把这个手臂的话呢给进行一个解锁啊，这里把它给往上挑，这里有时候卡的比较紧了，奇怪啊，这一侧平常还蛮好推的，推不上来是怎么回事？推起来，为什么我说不好推？因为它这个卡钩是往下啊，有时候你往上推的时候，它的受力是往下啊，有时候就打不开了。那我们讲一下这个手臂主要怎么个变形呢，是这个地方先把手啊这个地方给拉出来，这里要腾出一个空间，然后这个空间腾出来之后呢，把这里也给打开，我们这里要一个通道，这个通道要做什么呢，要把这块部件从这要把它给这一块部件要塞到这个里头去，塞进去的时候呢会有两个阻力啊，一个是这个部件把它给推开，再来这里有个弹簧，这个弹簧要把它给压进去啊，从这个角度给各位看一下啊，这里，然后呢推的时候呢，原则上呢是先把下面这个手啊往上面提，你看提到一个不能提为止啊，尽量是下面这个手上来迁就它，你看到没有，我是把手从下面转上来，上面这个基本上是不动的，推上来，好，到这就行了，这个是它手臂主要的一个变形的一个结构。那还有一个地方要扣上，这里哦，我们先把手的话呢稍微的摆到这一带，大约在这一带就可以了啊，这一带的话主要是这里有一个这个手边边的这个倒角，它的话呢在内侧这里啊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凹槽，大概先放在这里，大概放就好，然后呢我们有一个重要的结合卡扣，就这一块部件啊，这里是有一个凸的，我们要透过哪里呢，透过这一块部件旋转它过来，然后呢到这里跟它做一个结合，那结合的时候呢就是两边互相的利用彼此的这个关节的话呢去达到一个密合的一个状态，原则上呢你是以这个翅膀你再贴到这个位置，然后用我们的这个另外一侧这个手啊这个地方呢去跟它做一个结合，会比较简单一点点啊，因为呢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水平尾翼啊还是一个主要的一个结合的卡扣，好，从这个地方把它给扣上去，这样一来的话呢，这个呢就是我们到时候啊，手部呢在负责塞到底盘的时候呢，它的一个造型大概就是这个形象，因为到时候我怕整个变完之后啊，这一带的话呢可能比较不容易去做一个讲解了啊，那这个地方一样啊，都把它给松开啊，刚已经把它特别把它给松开了，然后我们怎么做呢，把这个小臂先把镜头放低一点让它坐着掰好了啊，好，仿佛被家暴过后的一个 star screen 啊，打开，然后呢这个部件也给打开，腾出这一个空间来，然后上面这个部件到这里，我们的话呢就由下往上去迁就它，一直往上推，推过去，然后呢到这边了啊，这里有一个弹簧部件，这里把它给压进去，好，手臂的话呢这个时候就已经完成一个基本的一个组合了，到这里暂时放到这个位置就行了，再来的话呢就透过这里块部件对不对，把它给转动过来，从这里这块部件，所以我得把它给推开，这个刚刚有讲过，这个弹簧部件啊要把它给压进去它才能够收进来，好，到这里，然后转动这一块部件，转动过来到这里，然后呢跟这个手臂另外一个卡扣做一个结合，两手的话呢大概就是这个形状，我们就完成它的一个变形了，再来的话呢我们就进行一个飞机的一个头部的变形，反正都已经让它躺下了啊，这个地方两侧它本来是这样扣住的，两侧都把它给松开，这个地方可以打开，打开之后呢这个两个部件双动关节要推进来，把这两个凹再靠中间的位置，然后这个部件往上推啊，在这里大概是这个位置，你可以把它往上提一下到这儿，然后整个部件可以往后面放下来一点点，以及接下来进行那个头部的一个变形啊，头部变形也是比较简单啊，首先把这个部件给打开好了，然后呢这个飞机的这个头部呢可以稍微的把它给往这挑出来，然后往上头往上掰一点，这个地方先把这个头这个部件给盖进去啊，这两个部件盖起来收好，然后呢把这两片部件往上折，
以及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它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翻折啊，翻折先要把这个两个部件给推开，推开，它本来是上面，你现在把它转到下方去，整个翻折到这里，好，到这边，整个的一个基本的一个雏形已经差不多快出来了啊。然后脚的话呢，先把它往这里松开啊，先往后面放到这里啊。我们先把上半部给做个基本的一个定型好了，这个地方主要是这个地方的卡扣，先把它给扣上。这样一来的话，它的一个上半部会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形象出来，我们就整个飞机啊不会晃得那么厉害。这个部刚提过了，是把它往下面转下去，到这里。好，瞬间的话呢，飞机的一个完成度呢已经进行了非常的多了。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可以，因为我们刚刚已经提过了，我们已经先把手的部分呢已经组合的差不多了。手的部分的话呢，机器人的情况下呢，这里有块部件。上下推这个部件啊，变成飞机的时候是往上推上去，你就会发现我们这个手臂啊放进来啊基本上是差不多要刚好了，放进来到这边就是差不多刚好。然后呢，你可以发现呢这个地方你按照这个形状去折一下，这个形状这里是很 match 的。好，以及这个地方这块部件往上推上去，然后呢把这个稍微闪一下放进来。好，怎么样，这个事先把手给变完，有没有觉得方便很多？已经都已经直接就定位了。最后的话呢，就是这个脚的部分了。脚的部分的话呢，还算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变形啊。来，我们接着进行变形脚吧。脚的话呢是这个样子的啊。首先的话呢，两腿的话呢，先把它给掰正好了。这个脚是根部啊，小腿反转180度，然后这个部分整个拉开，整个拉出来之后呢，这里继续翻转，翻转出来之后呢，这里有一个横向的一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翻上去到这，以它能够扣上为准啊，它能够扣上为准。好，稍微对一下啊，好，扣上了，扣上之后呢，这个部件往下压，这两个部件也往下压到这。好，另外一侧的变形呢也是一样的啊，这里，嘿，别挡住啊，这里转上来翻转180度之后，还是必须要转到这啊，整个的给拉出来，这边完成它的一个大回旋翻转之后，过来到这里，凸跟凹在这边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结合，然后这个部件都往下压。然后的话呢，我们把这个部件啊，这里往上面抬上去到这里。好，我们这个最后的话呢，它的一个飞机的一个底盘会是差不多是这个形状。然后的话呢，就是把这个两腿啊到这边往中间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转向，简单的转向，然后呢到中间之后啊，我们是把这个部件，这里它是一个双动关节，先往内推到底，再往外推出去，这个部件要卡在外面，这样子，在这边再给各位示范，先里面这个关节先往下推到底，往下推到底，然后外面这个部件再往上面 外面推，这样子，然后两侧的话就有结合的位点，到这个地方两侧都有，把它给扣上去。好，到这边就剩下最后的一个密合了啊，这个时间差不多8分钟啊，我的这个10分钟的这个录影的时间呢、啊，不晓得能不能让我把它撑得完。那最后的一个组合的话，就是这个地方里面有两个洞，就是要扣这里啊，有两个凸，以及这里形成两个凸，然后去扣住这里有两个滑槽，这是它最主要的一个结合的一个位点。我们就把它呢朝这个地方去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组合，其实并不难哦，往上一扣，原则上是会刚好都卡到了，原则上真的都会刚好卡到。然后呢，这个面板的话呢，就组合的话就不是什么特别困难的了啊。这个部件刚刚忘了翻出来了啊，这里飞机下面还有个翅膀，把它给翻出来，以及呢它的这个手臂啊，这里有个部件，这是我们刚刚那个组合的这个卡扣，不小心松开没关系。它要塞到里面这个缝隙来，然后上方有个盖板，把它给往下压到这里。我们的这一款 MPM 第10号的一个 Star Screen 的变形呢，已经算是快要完成了啊。这个地方哎翻进去到这扣上，以及这里有一块部件，这里也扣上了，这里有凸跟凹的一个结合，也把它给扣上。最后就是一些严丝合缝的一个调整，这里把它给卡进去，这里也是一样的，这边
也是有上下两层的一个卡扣。那有时候的话就是刚好 match 的时候呢没有 match 好，稍微调整一下就没有问题了啊。到这边 OK 啦，我们的这一款 MPM 第十款啊，这后面这个喷进器啊是可以调整一下的。好，我们来看到它的一个载具的一个形态啊，它是呢有很好的一个滚动性，下面有三个轮子。那这个我这个手机还真的是录影十分钟准时给你过热停掉啊。那么我呢把这个附带的武器呢都给安装上去啊。啊，前面这个机箱还行啊，它前面有一个滚动的一个效果。那后面这两个的话呢，由于是电锯跟另外一侧的一个飞弹发射的一个装置啊，两侧由于不对称的啊，所以装起来可能感觉有点怪，但也不至于说算了还是很难看，我们就暂时的就简单的把它给取下来好了啊。那么呢我们这款玩具的话呢，在刚刚的变形过程中呢，因为我用了一个可能跟一般的一个开箱的方法不太一样的一个变法啊，我呢是把这个两手呢先给完成一个变形，让它在肚子里头能够很顺利的收纳进去。因为如果我们把飞机的顶部呢跟底部都变完之后呢，要在中间这里做解说去推移这个部件呢，我怕比较难去做一个说明了啊，所以我就先投机取巧的先把它给变形完成了啊，希望各位能够理解我的一个用意啊。然后这个飞机的涂装呢，我觉得上面来看非常的好，基本上没有什么破绽。底部的话呢顶多也就是稍微的素一点，但是呢一体性还算可以，比起人形状态的前后的差别度呢比较大啊，因为它有一些是有涂装的，甚至这个是印刷上去的一个有点像是迷彩的一个效果，但是底部的话呢很多都是直接是塑胶的一个成型色，那么在人形状态下的前后呢误差就比较大了啊。那么飞机的话呢底盘呢比起09年的 L 级的话呢稍微的薄了一点点，但是人家09年是因为里头有电池的结构在里头啊，所以到底谁比较优秀呢，我会觉得其实两者在变形方面真的是不相上下了啊。但是这一款的人形的一个美型度有比较高，那也是因为这么多年来的一个进步，还有这个省略了一个声光效果带来的优势啊，所以也不见得说它赢了多少。那么这一款的话呢，由于它没有借鉴到先前的一些什么其他Starscream 的一个模具的一个变形方式，几乎没有，它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新颖的一个变法，所以我给它的一个评价还是比较高的，毕竟创新度比较高啊。最近很多人觉得 MPM 12觉得它超了，不对，就是借鉴了太多 SS38，大家很不高兴嘛，但是这一款的话呢我觉得它是一个创新度真的是比较多的啊。尽管呢它有一个涂装过速啊，然后可动来讲的话呢稍微的不太足的一个缺点，飞机的底盘呢可能也还是有些人不够满意，但是在 SS 里头啊，不对，但是在 MPM 里头呢，显然 MPM 这个 MP 这两个字已经对我没有什么刺激的一个效果了啊。我会觉得啊，如果MPM 的话呢，从03啊就是到12号为止，你要我做个简单的排名的话呢，我只能说最差的是07的那个大黄蜂独立电影的那个大黄蜂啊，我认为它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啊，各种的不及格啊。然后06的铁皮也是很差，那么04的 OP 呢是因为做工太差的关系，也是一个比较属于一个偏后段班的。那么这一款的话呢，我认为可以排到大概是前面的三分之一左右啊。那我个人觉得最好的吧，可能是其实是05的这个 Barry K 还有这个09的 Jazz 的话，我觉得这两款小车的话呢给我的一个感觉性价比还反而是比较高的，相较于入手的价格还有这拿到的表现来讲啊，还有03的大黄蜂嘛，可能这三款小车我觉得是比较 OK 的。那么这一款的话就是大概就排在这三个后面一点点这样子。那今天的话呢就终于的把这一款 MPM10 呢给大家做完分享了，示范了一次它从人变成一个 FI22 的一个载具形态。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拜拜。